后来听说你嫁给了习惯，其实你并不是真的那么喜欢。我很心疼你委屈自己，成全所有亲朋好友的眼光和期盼，直到你打从心底不愿意，为了保护自己，所以拼命攻击。当时的善良，如今咽不下去，我才明白，这是一出没走了吗？